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清净。觉莲法师开示，一个人会起无明，都是因为身口意不清净。透过三十信念法会，让众生身心灵清净。一个人为什么会起无明？因为身口意不清净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希望呢，借由三十信念，让我们呢，身口意得到身心灵清净，而进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啊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地藏法会呢，在这麒麟厅举办呢，也呢有很多人呢不晓得地方啊。在此呢，是觉莲在这里呼吁啊，希望呢，不管任何宗教团体呀，不要因为说是佛教在办的，有的人呢怕说拜佛啊，其实我们呢，精湛艰苦找开心啊，然后我们要互相去庄严道场，而不是为了一件事情啊，一个不如意，而让我们的心不清净，这样子的话，就不差了那修行啊。觉莲法师开示，众生身心灵清净，就可以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邓正璞，高雄采访报道。